我就是凯文，和凯文一起玩吧，没意思的朋友全部一起来。朋友们大家好，凯文和游戏，我是凯文。今天呢，凯文要拿着超级战士动物战队一起玩一玩哦，我们一起玩吧，出动超级战队。第一个要玩的玩具是动物合体机器人帝王兽，能把玩具拿出来吧。帝王兽玩具里面一共有三个立方，分别编号是123号，拿着123号也可以组装成机器人。那我来组装一下吧，好像简单的连在一起就行了，先试试吧。首先这样插上去了，然后呢连起来，咻，最后把剑插上去的话，帝王兽组装完成。立方阴、立方沙、立方狮合体之后变成了帝王兽了，这里呢还能把它进阶变为帝王兽的章鱼，就是用这个立方章鱼哦，它让它变成为兽王帝章鱼吧。啊，这样像章鱼一样可以伸开腿，但是章鱼有8只腿吗？朋友们，10只腿的是鱿鱼吗？所以这个也只有8只腿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哦，然后把这个这样插上去就可以了吧。哦，朋友们，真的很像章鱼啊。那么把章鱼这样贴在背后吧，就这样。哦，就这样，帝王帝章鱼完成。呼，那么朋友们，把456号合体的话会变成兽王狂野，我把456号拿过来吧。咻，哦，大象 Tiger 老虎，大猩猩，把这三个马上召唤过来吧。先打开立方像吧，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把它变形一下吧。啊，是魔方像啊。啊，就这样呢把它变成魔方像了。那么把它重新变回魔方体吧，魔方体完成。那么接着把5号魔方虎拿出来吧，魔方虎，哦，尾巴也很帅啊，是老虎，熊熊熊。那么把老虎变为魔方吧，熊熊，哦，完成。下一个6号大猩猩，是红色的大猩猩哦。这样插在这就好了。好了啊，插上去的话，大猩猩完成。大猩猩是6号，把它变成了6号魔方吧。嗯，很容易变成了魔方了。那么把这三个合体成兽王狂野吧。哦，很好。然后呢，这个大猩猩，然后呢，啊，要把枪拿出来，这样插在手上，插在手上的话，再把这个这样插上去的话，哦，兽王狂野完成。那么我们最后把1、2、3、4、5、6合体的话，就会变成狂野帝王兽了。但是狂野帝王兽还需要魔方鼠和魔方长颈鹿，这就把它们拿过来吧。
这里有立方鼠、立方蝙蝠、长颈鹿、熊，哦，跟名字也是一样的。这些也可以变成魔方模式，这样的话呢，变成魔方模式，就这样，魔方模式，长颈鹿也是，这样的话，变为魔方模式，这样。也把它变成魔方模式吧，这个都变成魔方模式了，把它们合体成为狂野帝王兽吧。首先呢，插上，要把这个立方壶作为狂野帝王兽的身躯，要跟一号连在一起。熊，这边也要。哦，很好，然后插在上面。哦，很好，这样的话把这个弄好。哦哦，胸部咔嚓，哦，有了很强壮的胸肌了。接下来呢，头部熊，哦，很棒啊，还要给他头上戴上皇冠哦，把大猩猩的剑变形的话，熊很有反转吧，真的没想到呢。哦，怎么样呢？很帅气吧？然后把长颈鹿下打开，鼠眼打开之后，这样插上去就可以了。这样，哦，插上去，这边也，就这样的话，哦，很帅吧？完成。不过呢，朋友们，因为这个立方很硬，所以看起来更厉害呢。还有之前我们还没有组装的机器人，那就是当当这个统裁兽王吧。统裁兽王需要很多零部件，所以呢，先把需要的零部件整理一下吧。那么狂野兽王定你在这里待好，看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个是八号魔方，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所以还需要七号和九号，哦，九号，哦，你能变成立方体吗？这好像不行啊，朋友们。那么七号，朋友们，七号去哪儿了呀？啊，这个就是七号吗？除了这个没有了呀。啊，呵呵，朋友们，还有这个呢，七号。这样的话呢，所有零部件都准备好了，马上组装一下统裁帝王吧。熊熊，感觉看起来好复杂呀。哦哦，好复杂啊，啊，有没有人能帮我组装啊？哦，太复杂了，不过凯文能做到的。首先呢，先组装一下身躯吧。哦，然后呢，这个能拿出来吗？哦哦啊，就这样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把七号插在这上面就可以了。哦，七号魔方插好了。哦，头部在哪里呢？哦，这个往下放就可以了，朋友们。把这个往下放的话，会露出来脸。哦，然后呢，把上额和下额掀开，然后呢，哦，就好了吧？啊，把这样掀开，打开，这样呢，嗯，这样做的话，
好的吧。哦，朋友们，就是这么做的，不过左右颠倒了。咻，只这样做的话，统裁兽王完成。那么接下来做狂野统裁兽王吧。把这个分离之后呢，要在中间插上六号立方体大猩猩，然后呢，这是立方虎，然后立方鲨，把这个拆下来之后，一个一个放进去吧。大猩猩放进去，二号，这里插入二号，五号，还有这里八号插上去，就这样插上。好了，哦，把立方插上去了。接下来，把三号立方狮子和四号立方大象的作为腿部使用。现在开始很重要了。接下来呢，使用一号，把有数字的一面朝前方。先把一号插上去。哦，刚好进去了两个。要把立方长颈鹿、立方鼠和立方蝙蝠插上去。好像是插在这个部分吧。现在这一边贴上立方长颈鹿吧。把长颈鹿要插在哪里呢，朋友们？好像就是这里吧。啊，就是这儿，朋友们，能正好插在这里呢。好了，然后在这边上插上立方熊就可以了。哦，太好了，真的。然后呢，然后还剩什么呢？这个和这个吧。哦，立方鼠和立方蝙蝠，把这个折叠一下，然后插上去，咻，然后是这个。哦，很好，朋友们，真的很帅是吧？然后右手插入大国王剑吧，这里有个凹槽，它在这里，然后把巨大狂野加农炮插上去。好了，这样插在左手上面。等一下，就这里啊，这里插好的话就会发出咔嚓的声音。哦，很好。然后呢，把头部插上去的话，就这样插上去。这个呢，不用它也行，就这样。狂野统裁帝王完成。真的好帅啊，朋友们，让他转一圈吧。转，很帅吧。转，这里有长颈鹿熊，这样打开。这样打开更帅了呢。就这样保护着身躯。手上，哇！我第一次看他的正面呢。哇，朋友们，真的很帅气吧？我是吧？超级战士动物战队真的好帅啊！就这样，13个动物立方体合成后变成了如此帅气的狂野统裁帝王了。朋友们，今天和凯文一起玩了玩超级战士动物战队了。13个动物魔方体合体之后变成了如此帅气的狂野统裁帝王了。那么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哟，记得订阅哟，朋友们，再见。